安坑妇幼举办圣诞节庆祝活动，除了有校长装扮成圣诞老公公带来祝福，安坑国小家长会还特别邀请了酱瓜家族来到学校演出。大姐姐带着可爱的玩偶，陪着小朋友唱唱跳跳，气氛相当欢乐。欢庆一年一度的圣诞节，安坑妇幼特别举办了庆祝活动。看到校长化身为圣诞老公公现身，小朋友们都感到相当惊喜。而为了让小朋友有个不一样的圣诞节，安坑国小家长会今年还特别邀请了酱瓜家族来到学校演出。酱瓜家族大姐姐带着可爱的玩偶来到现场，小朋友欢呼声不断。耶诞节呢是个感恩的季节，那我们也希望透过活动呢能够传达感恩跟祝福。那另外我们小学部呢从一大早起来呢就有那个合唱团、行乐团、管乐团进行的各种的那个圣诞祝福跟圣诞歌曲乐曲的演奏，那也希望说带给我们全校的师生好圣诞祝福。酱瓜家族除了带来精彩的歌舞演出，也带着小朋友一起唱唱跳跳，并且还安排了有趣的互动游戏，让现场气氛相当热络。此外，酱瓜家族还演唱了由家长会常委陈炳佳所创作的圣诞歌曲《吼吼吼》，小朋友们跟着一起唱和，让全场弥漫着浓浓的圣诞节气氛。我们耶诞节的活动从上礼拜有音乐响宴，然后到今天的圣诞节前夕的前面的圣诞快闪，到现在幼儿园的表演，到下礼拜还有跳蚤市场，我觉得真的学校帮整个学校安排了好多很棒的活动，这样小朋友都很开心。在充满温馨欢笑的氛围中，安坑妇幼的学童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圣诞佳节。记者陈明、张明琪，新店采访报道。